为延续的渴望而站着。三三，用完美的表情为脆弱的真实而撑着。除了灯以外我还能看见什么？除了光以外我还能要求什么？除了你以外还能迎来哪一个？三，再见你以外在呼唤的是什么？在半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？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哪一个？世界早已没有选择，反正我会喜怒，你会哀乐，唱几分钟情歌，没什么。